三。他刚搭过来1350。30块。所以你花了1000块。啊，搭过来30块而已。这样算了，三十。下面哇，你每次都会卡住是怎样的？Magic， 你要拿吗？还是我放着？我带着。哎，Soul Tower。每个人都带着就好了。又是1号，那我们这次要往哪一边？那个Soul Sand是 Soul Sand 的那一边，是 Soul Sand， 是 Soul Sand。啊？是这边吗？是 so sin 啊？这两边是一样的吗？两边一样啊。哦，是哦。那 so sin 是哪一边 ？so sin。so sin。有人过。每一个都有这个空气清净机啊，就是空气清净，看起来就是这样啊。首先，首先在那边。因为首先。我已经有 app， 不用哦。好啊，你去照啊。那你们排队啊。修。为什么不把这张卡拿去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车子刚过啊。车子刚过啊。因为就会不见了。不要这样。因为你花太多钱，他只好给你这个牌子。妈妈是说这个卡还回去是可以拿多少钱？好像拿500块，没有，好像100多块吧，台币吗？所以可能要花扣掉好像125，所以等于要花掉875块。那你也要搭个20个地方哎，那你也是要很多啊，但是要真的是狂搭才可以。对啊，所以又买这个感觉没有便宜啊。对啊，而且他妈妈还说他还要拿回刚才买的地方还，还要花时间过去还这个卡，才有可能再退你125。他妈妈精打细算，他觉得这个比较便宜。你的卡不带着，不要刚好的是不见的吧？啊？是带着才会不见吗？它很紧，它不是可以弄掉的。可以来耶，这么快？我放背包啊。下车还要 OK 吗？跑步，整个翻跑，可以开门。